廟是莊嚴神聖的地方，但是廟街就不是。這裡三教九流，龍蛇混雜，每日由朝早到夜晚都有不少人在這裡賺食，有些是合法經營，有些是非法勾當。廟街的夜晚比日頭熱鬧璀璨，這裡戰前已經是走江湖和小販混雜的地方。這片喧鬧的夜市幾經滄桑，始終屹立不倒。逛廟街的絕大多數是低下階層，而且十居其八的男性，也有不少後生仔抱著尋幽探秘的心情來遊蕩。在廟街賣色情刊物的檔口不下十檔，售賣的外國色情刊物很多都是市面上比較少見的，內容十分大膽露骨，淫色的程度是不可能逃得過報紙刊物註冊處審查這一關的，又竟然可以公開兜售。是啊，捧下場下好不好？30多元而已嘛，你看有毛片也要10多元是吧？幾場那麼多的了，幾套片那麼多的了，是啊，即刻叫車去。有些還肆無忌憚地在路口派卡片拉客去他們的架部看小電影，甚至真人表演。這是電影啊，小電影。這是日本管治所，這是美國紅線隊。這個賣春藥的老攤販，一個藤夾，一張板凳，就坐在廟街擺賣了20-30年，神秘香水一流的，和古靈精怪的青瓷，巴西的香好教，這隻德國的砌字有啊。蘇，我對啊，正所謂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，難怪廟街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檔口，例如這一檔當街生湯三蛇賣蛇膽蛇血，血腥味認真重。好嘢，哥哥練膽練血啦，練膽練血啦。有些人就當街幫人雙做假牙，設備看來相當簡陋，偶爾都會有人幫襯下。這裡還有不少專賣當鋪貨的檔口，以往傳說有過些當斷的老鼠貨，往往借此流出市面，不過這些檔口本身就否認有這樣的情形。除了小販雲集廟街擺賣之外，亦有很多走江湖的人喜歡在廟街駐腳賺食，有些已經由後生捱到白衣公。你說講的這條廟街的歷史呢？淒涼咯，什麼淒涼啊？一條路直過的嘛，一刀就斬斷兩碌，那就輪到說這些大排檔啊。尤其是仲有啊！我而家如數家珍數出嚟啊！第一檔係新機，可白，出號半日窮。年輕嘅時候好揮霍，經常身無分文，所以俾一個前清秀才改咗呢個綽號。咁啊，僱主啊，第四檔啦，合理啊！雞鵝飯菜啊，個個都知㗎啦。他在榕樹頭港股賣藥賣糧果30年光景，捱了這麼久仍然沒有一個似樣的居室，要跟妻子女兒分開住，自己獨居一室，終日自斟自飲。偶然他會緬懷回以前為風災義賣港股的風光日子，殘存的一件港股袍還貼著一張張破爛的當票，這種幾當幾熟的痕跡是半日窮坎坷經歷的一個寫照。雖然是這樣，他依然是抱著遊戲人間的態度，覺得沒什麼所謂。零下3度都不用續衫，最價值都是他。如果你說論起廟街的歷史就長之有長，但如果你問我只是等啖笑，再走過去又如之何呢？啊，講嘢姓黃嘅，睇佢啊，讀書睇下點樣。占卜掌上是廟街夜市一個大特色，
只不過在這裡開檔的上市，很多自己的際遇都不算好好。自稱樂天之命的劉師傅，青年時代已經在廟街幫人看相，當時是見看相收入好過做其他粗重工作，於是就入了行。幾十年來他就日日如是地掃燈管、喂雀仔，到夜晚就開檔看相。而今雖然收入足以糊口，但遇上年輕人想入行做相士，他都會勸人不如打一份工好過。一來是他覺得在廟街開檔容易蹬爛個身，二來是看相這一行已經不是那麼易賺食了。一個人的命運竟然要靠一些警方堪輿的人來點名，是不是能醫不治醫呢？長就為虎醫國情煙驚夢散，空兒一點情淚淚，又怕我失情散。希哥，一个在榕树头挣扎奋斗了十几年的失明歌者，他早年在歌坛演唱，后来歌坛做不住，就在庙街街头卖唱。曾经有一个时期，希哥连在榕树头卖唱的机会都没有，据说当时用大喇叭助阵演唱，声浪太过大，引起附近的住户投诉，终至警方干涉，令到这一类演唱活动停顿了一段时期。一班搞曲艺的人都风流云散，要各自四处揾食，几经艰辛至重组班底，再起炉灶。招来观众，有些唱家班就靠唱咸湿歌、讲咸湿古而吸引人。他们很现实地说，这个世界揾食要讲噱头，而不是讲艺术。就有些不以為然，他和他的一班手足對傳統粵曲始終有一種執著，堅持要以曲藝水準來取悅觀眾。希哥每晚都要唱好幾個鐘頭，他張開喉嚨高聲彈唱的時候，傳來的不僅是一陣陣沙啞淒涼的歌曲，還是一種掙扎求存的吶喊。好似呢个班底到底可以维持到几耐呢？连希哥自己都讲唔出，搵到食就聚埋，搵唔到食就唯有散噶啦。咁啊，今日啊够钟收档啦，多谢各位捧场啦嘛。诶，明晚再见，多谢晒，多谢晒，祝位朋友晚安啊，多谢晒啊。曲终人散，日浮一日，到咗午夜时分，庙街表面嘅璀璨。就隨著夜市的結束而消失，幾個貧苦無告的流浪漢亦已經在騎樓底打點好，在度飲酒瞓覺，有些仲已經醉卧街頭，剩翻一些杯碟狼藉的食檔待人清理，廟街又回復一片沉寂。
表面上廟街的朝早是安閒的，給人一種與世無爭的慈母感覺，但是內裡就另有耐人尋味、藏污納垢的一面。在一個大雨滂沱的清晨，即是六點零七點鐘，廟街一角已經有幾個企街在等客，開始他們又一日的皮肉生涯。這些企街的大多數是老的，有些已經五六十歲，希望趁一些嫖客上班之前幫襯，賺回三幾十元一個來解決生活問題。有些的警方聽來相當淒涼。梁姑娘今年幾大年紀啊？五十歲啊。你做了這行幾耐啊？五年幾啦。因為自己的環境不好啦，咁啊老公又死咗啦，咪仔女又細啦，因為出嚟打工冇呢個時間啊嘛，咁啊都要出嚟抽幾個鐘頭出嚟。咁你每日做幾個鐘頭啊？兩個兩鐘頭。點解會揀咗嚟廟街呢度做嘅咧？第一個地方又唔得噶嘛，早頭。朝早唔得。唔得噶嘛。點解呢度會朝早得咧？係古蘭啊嘛，馬生果呢度啊，佢咁啊早頭呢啲人做完馬河生果咪出嚟玩下咯。咁每次幾多錢到啊？六十七十。每朝做到幾多個客咧？咁三個。咁每次幾耐到啊？好快兩三個字到。有冇態度對你特別差啊？或者好？咁啊，有時都有噶，影子走噶啦，脾氣醜結都有噶。同埋你一齊企街嗰啲年紀幾大到？好大噶，到啊四五十歲噶，六十幾歲都有噶。佢家庭啊喺大陸噶，咁啊有機錢翻大陸。淨係呢一度廟北街有幾多個好似你咁樣企街？幾十個。咁幾十個喺呢度揾食，咁咪會唔會大家爭生意啊？唔係㗎，左就貴左頭，下就貴個下就晚頭貴晚頭。為咗咩咧？佢哋有啲人唔係為仔女啊，有啲為打牌啊，賭錢輸到啊，有啲啊，呢啲好難講啊。有冇啲係吸毒啊？有啊，好多啲。你可唔可以講下你第一次接客嗰個心情咧？唉，咁啊，梗係唔好啦。都唔知道點樣，又唔知道坑好啊燒好啦，你都食飯啊，梗係唔想啊嘛！呢、這個心情啊，真係自己知啦。唔該就慣咗咯，冇咩啦，係咪？有咩辦法？邊個想出嚟做呢啲嘢？喺廟街另一邊，槍劫活動就以另一種形式出現。呢邊好多樓梯口，幾乎都有啲阿嬸坐喺度，佢哋嘅工作就係扯皮條，幫樓上的姑娘拉客。我哋嘅記者曾經接觸過一位拉客阿嬸。叫姑娘嚇，係咪叫姑娘？點樣啊？點樣叫姑娘？你唔識啊？係幾大年紀啊？後生噶，嚇？幾歲啊？我唔知幾多歲，佢正話失明嘅，係咪叫啊？幾錢啊？四廿二蚊。有嫖客上樓，佢哋就撳鐘通知樓上記者嘅阿嬸開門。先生，坐下啦嚇，等等啦。多謝阿 Sir， 下次再嚟通知。我得閒實嚟嘅。你等等啦嚇。屋內嘅槍技就來回幾間房之間，形形送送。大概呢啲妓仔自覺係偏門嘅行業，所以不時會燒啲溪錢，辟邪求福。
一个年近三十的姑娘对我们说，她每日由上九点做到午夜十二点，大概做七八十个客，每个四五分钟，旺的时候做成百多个客，做到不似人形。另一个三十几岁的姑娘对我们讲出为什么会沦落庙街当娼的经过。这环境我在走廊拖着的，不过有先生有哥哥，即你知道走廊仔赌又啱，嫖又啱，乜都啱，咁佢搞到俾我知道，嗌交咁，真俾查到佢知道又有个女人喺侧边，赌到有钱人翻嚟仲要攞钱嘅咁样。自己心胸窄咧，咁样睇唔开啊，睇唔开又点样嗌交，家庭不和咯，成日过门赌钱啊，村民咪争废你啦。点解你会嚟庙街做嘅？根本都话个朋友介绍我，根本我唔识噶，个朋友衰嘅，佢话庙街老板咧一二万都借得俾你，你又咁废你啦，个嘢咧可能佢心底唔好啊。而且我要整佢一世嘅，整我咁我根本我唔想噶嘛呢行嘢。初初啊好痛苦嘅，初初做就不过家下做做下，即系做落咗就唔觉得嘅啫。初初做真系好辛苦噶，喊啊！当初真系后悔自己赌啦，唔赌啊使咩有今日啦？咁样成日都怨生怨死嘅咧，梗系。庙街边度有客？乜嘢人都有嘅，多到地盘啊，玻璃佬啊，有时做生意嗰啲有嘅。有冇遇到一啲遭遇系你好？咩好衰嘅？有嘅，乜嘢都有，咩人都有嘅。咁啊，有啲好狂，啲性态变嘅，有乜都有咯。你讲性别系？有啲好衰格嘅，做完都仲要炒马柴出嚟啊，回水啊，惊住惹事啊，费事啦咁样，咁啊回翻水俾佢咯，咁样有。照顾你呢度啲人，照住应该。照啊，梗系有，叫啲手上嚟怕惹事咧，一样有啲老细啊，或者有啲黄黑嗰啲都有嘅。一般人就覺得喺廟街做咧，多數都係喺出邊做到，直到係殘咁先嚟廟街。唔係嘅，佢好多有時啲女仔都嚟，即係女仔俾人品咗一樣嚟嘅。佢唔係好多殘噶，好多街好多靚妹仔噶。嫖賭飲出通常都係不可分割。廟街嘅麻雀館同天狗館可以話係五步一流，十步一檔。譬如歷史悠久嘅雞記，就已經有成四十幾年歷史啦。根據一啲老街坊話，政府在戰後一度想禁呢啲麻雀館，幾經交涉，終於准佢哋繼續經營。一啲試賭嘅人可以由中午十二點逐漸到午夜十二點收檔為止。一啲自己冇錢玩嘅人就企曬喺門口睇人嚟玩，幫襯嘅大多數係一啲收入低微嘅普羅大眾。难怪连赛马会的场外投注站都在这里开一间。每当赛马前夕，投注站门口就有一些人炒卖黑市马牌，十元一个的马牌炒到五十元。两位马牌是几钱一个？五十元，五十元。每礼拜日噶，听日今晚都有个六十三十，呢只间五十日噶，今日多个都冇。哇，咁离谱，咁犀利。哇，下边头先系卖七十添啊！庙街在战前实行供烟供枪制，除了妓仔之外，有些烟本公开售卖鸦片。战后虽然被视为非法，但是歪风不散。庙街一带的横街窄巷、梯间暗角，不时可以见到一些道友追龙。同埋留下一啲針筒、燒剩嘅紙條之類嘅吸毒痕跡。呢位老伯喺廟街一帶住咗幾十年，佢話自己三年前戒咗毒癮，不過夜晚瞓嘅地方就經常有啲癮君子一齊喺處露宿。幾時開始食啊？嗰陣時做揸車都食啦。哦，咁你食咗幾多年啊？食十幾廿年，早幾年戒咗。廟街呢度附近係咪好多啲道友嘅咧？梗係有啦，有啲兩樣人啦，又有白粉，又飲美沙糖咁樣，百萬啲幾多喺處。而家啲粉貴唔貴咧？價平翻好多啦，唔係算貴。點計啊？通常大概幾錢啊？一毫子七廿蚊一包啦，早輪賣四十啦，低過金啦。咁廟街呢度附近，如果多數食鴉片煙定白粉啊？多數食白粉啦，冇鴉片煙賣啦，真係。廟街。
無疑是有他罪惡的一面的。法治部門雖然近在咫尺，很多時一樣是無計可施。不過廟街更多的都還是些望天打卦、為求兩餐一宿的小販和走江湖的賣藝者，只要不是翻風落雨，他們就會在廟街開檔，或者帶給人一些歡愉，或者幫人解除病痛，又或者給人一些精神上的安慰。廟街喧爛的夜市，就是憑藉這班走江湖的人頑強的求生意志得以延續。从前人渺，随梦境相调。